世界的高速筑起，市场的风起云涌，家训食品设备始终保持着谦逊、专注与真诚的初心，凭着对热能设备开发利用领域的精通，规模化精良制造机械和专用配套设备，积攒多年的雄厚技术经验，领先走在食品设备行业前列。企业始创至今20多载，依然坚持互惠互利、信誉先行作为经营理念。以夏威夷果、核桃、开心果、杏仁等坚果为主流研发对象。每一次项目的开始，家训都秉承着沟通在前、生产其后的企业方针。通过了解客户不同的功能需求，贴心定制其专属的致富铠甲，打造出创新开拓的食品成套烘烤设备，其中包括引进澳洲偏心挤压式破壳技术，研发出新一代的破壳机。该技术的研发有效降低了作业成本，大大提高了整人率，使破壳效果达到最佳，为食品行业引领了新的方向。家训设备针对坚果零食开发了洗果机、破壳机、电动分选、低中高频震筛、燃油燃气烘干生产线、食品烘房、烘箱、燃油燃气旋转烤炉等精湛产品，全半自动设计功能，均可满足客户要求而定制。先进的技术以及稳定的品质，可有效帮助客户降低50%的人工成本，提升产能100%以上。由规模种植、采摘原果，到高效备出的主链生产，客户的年产量可高达数百万吨。卓越、出众、可口，让您的消费者放心享用各种高品质的坚果零食。企业的砥砺前行，离不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。家训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，采用环保能源做设备加热原料，做到节省生产成本与保护环境事业结合并存，以终生维护产品为承诺，独树一帜的谋略和服务，让无数客户信任并敢于托付家训。业成于实，技精于专的良好口碑，使得家训设备赢得行业的一致认可。今日的家训是为你带来成功希望的家训。家训，我们愿与您同行，携手谱写硕果新篇章。